但是随着资源开发及环境污染的严重冲击海洋生态，在台湾许多人会协助做护生善行，而放生就是宗教活动中的其中一种。放生在台湾已经行之有年，主要是因为佛教经典中提及戒杀放生等观念，五戒中也以戒杀为第一，药师经中更提及放生的诸多功德，让许多佛弟子和信众为了积极培福而进行放生等工作。位于台中的法界圆觉宗莫纳学会，每个月都会召集学众一起在全台各地进行放生，这一天就跟着他们的脚步来到南投日月潭。宗教放生的工作并不是简单的将生物放流就好，先行的仪轨通常会先修法祈福，为这些即将获得新生的生命行三皈依后，令他们来世不再入恶道轮回。而放生的诸多好处以及行放生者能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特别是行放生的当下要抱持什么样的心念，华愿金刚上师为我们一起说明。我们每个月一次的放生，是利他无我菩萨道的无我之心，以及利他之心，也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大自然环境以及地球暖化，乃至大自然之间的污染，以及环境的恶劣，还有滥垦滥伐，还有滥捕。等等，对于我们所放生的这个放生物形成很大的威胁，因此我们放生呢，是半年前、几个月前呢就向政府申请，以及对于海洋潮流、各种气候。放生也称为放流，若不以宗教观点来看，台湾周边水域的海洋生物因遭受海洋环境恶化导致生态失衡，台湾渔业永续发展协会就为了维护海洋生态平衡而进行放流工作，来维持海中生物数量，在官网上也提供台湾各地海洋物种的资讯，并且由民间发起与政府机关合作，以放生的方式达到生态平衡。而宗教团体的放生活动近年来造成不少争议，而最大问题就是不当放生造成物种死亡，进而变成污染，或是外来种入侵改变生态体系。莫纳学会每个月的放生活动都是先经过申请后，并放生适合当地水质的物种，除了行放生善举，也继续维护当地生态。华愿金刚上师也说到何为正确的放生，更提供经验给大众参考。我们不是放生，也就是说它是放流，也对于食物链的上中下层我们都非常的专门的跟他考证，并且我们有专门的海洋对渔业研究的人员来跟我们全程的这个监管，并且在我们往后的放生呢，政府会更介入更深，了解我们的动机以及对于海洋生物的这个生存法则，都要尽到监督的责任。我们世间人都曾流行一句话，是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你能够造诸佛的宝塔，能够造佛的殿堂，还不如救赎众生一命。这样的理论、这样的民俗、这样的信仰，大家的心目中还有这一道影子吗？或者听而不见，视而不闻？那么因此救赎生命的伟大呢，是菩萨道的根本。菩萨道根本在救度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放生的人呢，我们不要叫人家不放生，
要教人家呢戒杀，而不是教人家不放生。因为放生是爱护生命，是护生、爱生以及利生，给予一生的一个行为。菩萨是利他无我，无我利他，啊，这个大悲平等，不舍任何法界的一个众生。以此之故，我们一切众生是同体的，大悲本愿。而一切众生呢，都曾于往世轮回中，互为护民兄弟姐妹。这个同体大悲呢，是诸佛如此，诸菩萨如此，一切出世间的贤圣，莫不以大悲为本。特别是诸佛的大悲同体，是无以复加。台湾宗教团体行放生的仪轨不尽相同，但势必都会为这些生命行祈福皈依等仪式。在放生之后，上师将这只鱼形的多玛放入水中，带有为众生祈福的意思。而替身多玛的含义，也是希望海中其他众生不要吃这些行加入的生命。这让我想到屈原投汨罗江，众人将粽子投入江中，展现人情，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如来曾经示现，有33天的天竺，他化为一个老鹰，在追逐一只鸽子，而这只鸽子上天入地啊无所逃，但是呢，他最后逃到如来的身边，那么被火的影子照到。在此之前呢，这一只鸽子惊恐万状，魂不附体，但是被佛光笼罩以及佛的身影所映，这只鸽子忽然从惊恐万状中解脱出来，得大无畏之加护的力量，不再恐怖。那么我们在场的很多人呢，就问如来这是什么缘故？如来说：我无量劫以来，爱护生命，护生、爱生而利生，并且戒杀而放生。以是之故，任何一个众生在这么惊恐万状之下，以如来百千亿劫所修的护生、爱生、利生、戒杀。是故这样的大慈大悲的力量呢，那么一切众生如来以光明所加，得离恐怖及颠倒梦想。因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你一次放生岂只能放一条两条的这个生命呢？大概上百上千上万也有之。那么这个功德呢，这是功德，不是福德。福德是有为法，要来世间转轮回。功德要恭敬有为，敬无为，正无为，得转凡心为佛心。所谓功德，以利他无我为主。所谓功德，就是平等大悲，大悲平等，不舍法界任何一个众生。这就是出世间之羊，世间之羊给予一生的放生行为，并且得到一切众生恩，以最接近水面的方式减少鱼类受伤的可能。信众轮流将鱼群放入管线中，同沾法益。大自然的环境已经不利于很多众生的生存。天上的罗网你看不见呢，可是飞鸟尽绝，地上面的陷阱你看不到，可是左足之类一一落在陷阱，海中各种看不见无形的网，如流丝网，各种网遍满海中，何况岸边还有数也数不尽的钓客正虎视眈眈的掉进海中的各种生物。如此我们还生不起护生、利生跟爱生的心吗？各位赶快升起你的大悲本愿的慈悲心，以及你们人类之爱的爱心。
人类的爱连狗都宠物都那么爱呢，你难道不爱这些三世父母六道父母的众生吗？可以说啊，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的放生真的是戒神恐惧啊，若有一丝一毫的放生或者没有注意，那众生我们叫放生是违反了大悲的本质。在这场日月潭的放生法会之后一个月，紧接着他们又在屏东大鹏湾放生。这次因为离放生的海面较远，众人以接力的方式传递。这次放生的鱼种是黄尾鲷，依规定鱼身不可太小才适合生存。特别是我们这次所放的这个黄尾鲷，它是否适合在这个地方生存，以及它多大的才能在这个地方生存，我们都有非常周延的考量以及考证。放生是为了生命的延续，但是我们在海岸边看到的海景却是另一项环境议题的产生。我们似乎习惯海岸边有看到消波块，把它们当成海边景色的一部分，但是消波块最早的功能却是为了战争的防御工事。这个消波块是在年初世界大战的时候，法国人在阻止德国的坦克在北非登陆的时候发病的，所以开始的功能所谓是军事防御工事，但在海边让坦克没得直接抢滩。后来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他就转用工作人家起来在海边做那个海岸的那个防护有功能更好所以在七十年前60多年前开始有一些人来打车的车辆站在海边动作不管是护沙啊好啦港口啊好啦是其他的功能就是说所谓的建设啦，但是我们这个海岸的消退沧海桑田本来就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人煞意图的用自己的人类自己的力量去对抗这个大自然并且应该是作为军事防御公司煞并作为来人来对抗大自然的一些的工具这个消费派的一些转用我感觉是一个可笑的人类准备一下这个历史教训都没有到二点说人类的东西实在是太过渺小妄自想用自己的力量来对抗这个大自然那个主客者他跟我说过来万年来甚至过来十万年来我们台湾的地形并没有因为没消破坏去缩水还是去改变修造我们的最近这几十年来众人爱用那么多的水泥阿弥陀去抗海边来的讲这里就要保持一个保持我们的水土可说那个国土政策这不是这方面的吗这七八十年以前我们台湾因为这个是你们的消费吗用消费来保护我们台湾的这个板块我刚才是一个北方一定有相当无正当的理由啊艺术家林纯用，别名小纯用工，以艺术创作为海洋发声。那有去思考着讲，咱的所有老鱼，是不是因为咱的长门溪、咱的和平溪，起修水南沙坝，起修水水口，层层把根管应该老去海边啊物件，老去海边啊沙甲石头，拢冻伫个溪里，伊老袂落来，好，但是伊老落来。在我们的车蛙我们的海边啊，下面是港口主要是提防该造鱼的所在没鱼刷都蹲在那个铁口不然鱼没鱼应该没应该鱼的所在所以这几十年来我们认为因为你对台湾这个土地第一没珍惜第二认识没够第三任意作为
Thank you.